谢谢你回来，可恶的，英森女王，快点，激光！哎呦，我是讲没有在当家的，队长就是队长，我们平常有在健身，轻而易举，我就全学校座位破坏的就是同恩，把外套拿起来，为什么他会这样？而且他刚刚坐这个椅子啊，我坐在上面，他一坐下，我突然动了，你乱讲！来，坐一下。坐下去。太伤人了。为什么你会要被大家叫？这已经解释过了，小朋友们知道吗？你们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童恩每一次在陨石飞过来的时候，就会迅光追击，所以我的心理陨石。有一次他跟萝卜干，萝卜干，萝卜干。我知道我瘦，但是我也不是萝卜干。